跟自己的空间上面的转换，而基本上面是我们的家徽，中间的是菊花，上面四个花瓣代表一年四季被花蕊染不同的颜色，下方则有中式的门环，那整个家徽则代表日式的军事以及我们热情的款待。我们现在这场展览呢，大约有60度的距离。那到了5、6月的时候啊，随着阵阵的微风吹过，蓝紫色小花也会缓缓的飘落，也有着飞花落叶的迹象。日本呢，主人家会在上面挂上自己的字画。这呢是毕业季离歌响起时会开花的凤凰木，它的花期是在6、7月，它的叶子啊跟南花叶子非常的相近。我们一楼的客席用餐区呢是需要上下榻榻米的，今天穿的鞋子如果比较不方便穿脱的话，也可以在那边换成垫鞋。用餐区的化妆，用餐区是没有化妆室的，我们化妆室都在室外。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建筑物的全景，跟各位介绍一下。一楼是我们的客席用餐区，二楼四间有草席的是未来会开放的民宿，民宿旁边呢，民宿旁边是我们的茶空间，稍后用餐完，如果我们还留有一点时间的话，也可以上二楼泡个茶。二楼的氛围跟一楼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茶空间的话，它的消费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茶席，一种是茶选。那茶席是由茶人全程为各位服务，帮各位泡茶，位置也会安排在看出来风景最好的位置。那另外一种是茶选，我们会准备好今天所挑选的茶叶，他可以自己坐在位置上自己动手泡茶。对，那我们飞花落叶呢盖了10年之久，在这10年间有一个来访最久的房客，他是我们的燕子。他从我们开始动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客席后面的包厢，客席后面的包厢住了一个燕巢生下的小宝宝。那我们停工2个月，就是希望说能够给燕子宝宝一个舒服安静的环境去成长。在燕子宝宝长大准备要离巢的时候，我们跟燕子妈妈说，如果喜欢我们这边的话，欢迎再回来。后面呢，他在我们第一间民宿右上方租了一个燕巢，那只要到了繁殖季节都会回来看看我们。那这边就先给四位自由活动拍拍照，那稍后我们伙伴还会带各位入室。是年糕哈？对，烘烤过的年糕。那杯子里面的是什么？杯子里面有三种谷物，有荞麦米谷和小火煎过的玄米，绿色的虾夷葱。虾夷葱是。这道叫什么？这道叫荞麦玄米鸡汤。对，那主要是让大家品尝到鸡汤的浓郁，还有三种谷物很棒的香气。嗯哼。加完高汤，盖上盖子，我们小焖10秒钟就可以开盖享用喽。好。旁边的虾子是甜虾，以及三片日本进口的生鱼片，最后一片跟紫苏大叶搭配的呢是韩式鱼。韩式鱼呢也是来自北海道，搭配外面一丝一丝的啊，它不是酱汁哦，它是口感风味跟酱汁非常相似的明和，它也是这个季节盛产的植物。那中间呢有黑色的亮皮鱼，师傅有用炙烧的手法烘烤过外，也是日本的春鱼。那最前面呢有粉红色色的白色卷起来的，是油脂最丰富的日本尾鱼。那建议吃法，我们可以先从贝壳点的干贝吃完，吃甜虾，再吃湿鱼、春鱼，以及吃到最后一片油脂最丰厚的日本尾鱼。那有帮大家准备半颗金棘，可以挤在海鲜鱼片，或者挤在我们的佛宴酱油都可以哦。谢谢。谢谢。现在帮大家上的这道料理是脆鳞马铜鱼丝瓜。
那这个季节的马头鱼呢，油脂会比较饱满，也比较鲜甜，是不用力淋浇的方式，把滚烫的热油啊一勺一勺淋在鱼的鳞片上面，使它站立起来，那吃起来也会特别的香酥脆。底下的绿色浓汤呢，用的是蛤蜊跟丝瓜熬煮的清甜酱汁。那建议大家第一口啊，吃完鱼肉的酥脆口感之后，可以跟下面的炖煮萝卜、香 Q 银杏以及清甜的高汤一起做搭配。那大根煮啊，是我们飞花落叶的代表性料理。我们用了金色的香菇、大坑的笋子，以及飞花落叶所在地水井中的白萝卜来入菜。那水井当地这个地方的土质是属于比较干的，所以根茎类白萝卜种到这边呢、啊，植物的特性会自然而然的比较保水，也比较鲜甜。我们把白萝卜磨成最上方口感黏腻的萝卜泥，底下是炸过的香菇跟笋子，搭配旁边三朵绿色的植物叫做木枝芽。那木枝芽的风味呢，吃起来有一点麻麻辣辣的。旁边的小碟子叫做紫苏字，一样用白萝卜、香菇跟笋子切完细丝之后，再淋上紫苏醋。那建议大家可以先从大坎子的热水开始享用。那现在帮大家上的是加贺舞台闪烁汁。那加贺舞台呢，是日本人制作和服的一种技术，打开之后有非常丰富缤纷的颜色，海参鱼货都是来自日本，有日本的海蛎、鳟鱼、白干、赤虾、干贵，还有点缀的桂鱼卵、紫鲟鱼卵。它上面金黄色的结晶体呢是琥珀冻，是不用柴鱼高汤熬制的。那大家享用之前可以用前方的小汤匙啊，稍微拌一下，让柴鱼的风味啊可以跟米饭融合。那我们猪肉为各位准备的是西京烧松板菌。西京烧是指白味噌去做腌制，采低温烹调的方式呢，让猪肉咀嚼起来软嫩，带有味噌淡淡的一个甜味。出餐前我们表皮自烧一下，增加它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个口感。烧的我们可以搭配猪手边的佐料来一起享用。下方的柚子胡椒呢，口感会比较辛辣一点，我们可以先沾一点试试看看。那在右手边呢，看到这个茴香头沙拉，在我们吃完午餐做一个清爽的结尾。反正朋友都对底下这一大片昆布的变得有兴趣，它是日本的三大昆布的至高昆布。稍等，我们也可以把它切得碎碎的，拌着沙拉一起享用，或者是呢，豪迈一点，直接把它卷起来，卷起来吃，对，卷起来吃。那各位，我们就趁热享用。那这边就帮大家加入素面，打开盖子之后啊，碗里面是烘炒过的鸡松茸。那接下来帮大家放入配料，等一下会再帮大家加入高汤。等一下的高汤呢，是用鲔鱼柴鱼片跟新鲜的松茸熬煮的清爽的汤汁。那素面呢，也是日本人在喜庆的时候会吃的料理，像是过年还是庆生都会吃到这样的一个餐点。接下来帮大家放入高汤了。这边高汤就是刚刚帮大家介绍用新鲜的松茸跟鲔鱼柴鱼片熬煮的汤汁。那一般呢、啊，柴鱼片会用煎鱼制作，那这一道的高汤是用鲔鱼柴鱼片，所以风味也会特别的不一样。我们盖上盖子，小焖十秒钟就可以开盖享用了。那现在帮大家送上最后的石室补饭。那这个锅子是来自日本进口的石磨锅。那石磨锅的特性呢，是高储水高导热，所以煮出来的米饭会比较 Q 弹，也不含水剂。整个锅子煮出来的米饭呢，会比较 Q 弹，然后比较松软。那现在呢，帮大家拌一下原味的米饭。里面的白米饭呢，用的是台湾自己种的台根九号。那在边放原味的时候，可以散发出两种风味，有麻辣锅的味道，还有炭烤的香气。是因为呢，我们结合在地餐厅的元素，我们加入的是瓮窑鸡的烤鸡油。那因为台东的大坑啊，跟新社地区非常多的土鸡成瓮窑鸡，所以我们也把它当作元素，加入烤鸡的油脂在里面。那至于有麻辣锅的风味呢，是我们加入了花椒粉，像上面黑色的细粉，这个就是花椒的粉粒。所以才会有那个麻辣锅的一个味道。等一下拌好原味的米饭会让大家试看看，我们先试小小口的原味米饭的口感。我先让大家试一下原味的米饭。那接着呢，帮大家放入配料。第一个加入的是酥脆的南瓜子，再来加入栗子。给你，打电话，给你。
第三个配料加入的是来自屏东的白烧鳗鱼。那师傅先用大火把鳗鱼的外皮啊，烤得金黄酥脆，鳗鱼的油脂也可以增加煮饭的香气。再来第四样加入炒雪菜。最后呢，加入日式千枚字的腌制萝卜。这一道对原味的话就很棒，那加入配料时候会更好吃哦。原味就是有那个烤鸡油的味道，对，鸡油的风味。那这一道的分量会比较多，如果等一下大家吃不完呢，师傅都可以再帮大家做外带。那现在就帮您拼好拌好的饭喽。等下喝茶是时间会到，会有人带我们上。等下喝茶，我们会有专人带领大家到二楼的茶空间。嗯、好的。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建筑也不是，应该说我们的建筑不是比较正统的日式的建筑、嗯，里面还加了一点我们老板他自己的想法跟一些台湾的元素在里面。对，我觉得不是纯日式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继续往前咯。好。好，好，那这个水池，刚刚你们进来的水池的颜色不太一样。对。那刚进来的水池它是水蓝色的，不过它现在变成湖水绿。对。那原因是因为它是用马赛克的瓷砖去做光线的折射。嗯嗯嗯，对，那边的夜景是哪里的？台中市。台中市哪一区？台中市北屯。北屯。对。嗯。这是我们的许愿池。许愿池。对。因为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太一样，嗯，我们没有特地去帮这尊佛像做开光。好。不过因为现在人呢都很喜欢仪式感。好，那边会留下一个五年后期的硬币呢，跟大家做分享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老石墙。这老石墙呢，是我们盖飞鸿落叶呢的耗费最多工时的一道墙哦。好，它是那些石头呢都是来自苗栗的山湾。好，它必须要找出石头最平整的这一面，用两颗叠一颗的砌形的方式，好来堆叠这个墙。它听我们的老板分享说呢，他有好几次呢叠到最上面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不管怎么卡呢都卡不太稳。好，那我们老板下力呢怪手师傅又把它拆掉再重来。对，来来回回好三次才完成。那我们老板呢为什么叫成为人叫老实的本事？因为啊，我们老板希望说就像我们做人一样，要老老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他才会长久。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老实。老石墙，嗯，一方面也是日石头都已经非常老了。嗯哼。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拍过去的飞花落月呢，很漂亮。那个灯笼啊，参差不齐的感觉，它就好像来到平西放天灯。天灯齐飞的意象，它也有加点台湾的元素在里面。对。那也有很多人跟我分享说，这个呢就好像是神隐少女那对千与千寻，嘿，我本来想说很像千与千寻的感觉。那这间就是我们的茶室，我们又称为爱妻茶室。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间爱妻茶室呢，它本来没有在飞鸿落叶的设计图里面的。好，那某一天下午呢，老板跟他儿子在那边整地的时候，发现这个角落呢可以俯瞰飞鸿落叶，又可以看得到夕阳。他就把这个最漂亮的角落献给他最重要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老板娘。好，那加上老板娘非常喜欢泡茶，她希望借由茶的温度呢跟大家交个朋友。好，那我们就把它盖这边，好，叫做爱妻茶室。那里面的一些茶具啊都是老板娘她亲自的收藏品。好，那她的茶叶呢也都是她原从这边呢跑到台北去，或跑到南投去要求拜托那个茶厂的卖给他的那种茶叶，它是比较稀有珍贵的。好，那边请。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树呢，它是在地的原生种，它叫大青。嗯。大青的话呢，上面这边大青，它是台湾凤蝶的栖息地。好像每年的春末跟夏天的时候呢，它会很多的凤蝶会在那边繁殖。对，它是一个台湾凤蝶的栖息地。好吧。
它小心东西。那接下来呢，西部野莲是一种很像来到日本京都的花见小路的感觉。对，好，那这个地方呢灯火通明，好，那左右两侧呢会有一些店家卖的拉面啊、咖啡啊或是茶馆。好，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大家回味一下日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棵呢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它叫雷鸣之树。雷鸣，它就是被雷击打到之后呢，整个碳化，呈现一个黑色熔岩的那种感觉。那没有被打到的部分呢，它是一个河流的线条的那种代表是生生不息。底层呢有搭配枯山水。那这个是有200年树龄的鸡蛋花的树干哦。对，那他在10年前呢，老板就将他买来这边，哦，放在这边的。然后很多人都笑称的老板说，是不是因为想要找地方放这个雷鸣之树，所以才盖了这个北华鹿苑？